网红巨头搂他。还有吗？喜欢我来参加关注六六六。哇，可炸了！这个有点长，这个短粗短粗的。爆头要吃就是有黄油嘛的，这样才过瘾。全部都是黄和墨，啊，太香了！一口懵了，如果懵不完，不要给我双击。上次一个一个，这次一起。不要双击。海葵，咱们再来煎一个，觉得过瘾的点个双击。为什么我煎这个自己感到疼呢？继续的，开吃。爆个头，笑口常开爆。都来了吧，老铁！哎，今天继续教你们做八爪鱼啊，还是海鲜一小锅。哇，今天整了两个硬货啊，面包蟹，咱要吃两斤一个的，太大了吃不起啊。再来一个，哎呦，八爪鱼咱吃必须吃鲜活的啊，满满一小锅，哎，扒拉扒拉啊，哎呦哎呦哎呦，来。加点料酒，加点香醋啊，每样来上一点儿，再来点海鲜酱油啊，提提鲜。哎，来点老抽上上色啊，满满一小锅，满满蒸蒸的啊。哎哎哎，想不想吃？想吃的话，下个视频咱开做啊。爆头。陪六舅我起，哦，加个六舅呢。
香。好几天没要双击了，今天能不能给一个？一口吞，吞得下给个双击，吞不下双击就不要了。我这大嘴能吞不下吗？是不是老铁？熟了啊，咱家铁子红红火火的小龙虾给老妹来是一波呗。哇，感谢咱家铁子双击啊，6666。老铁们给我双击啊，挑战一下我的小心脏。我去，我去，哎，海螺没吃着，一口大哥。来个海螺，这是黄哈，来个竹节生蚝，子弹头，加点料啊！哇、哦、哇、哦，咱一口梦啊，能梦得下老铁给个双击啊？嗯，嗯，给双击啊，老铁，给一个啊，感谢啊，给一个。抱得着，哇，海洋里的文化，轻轻发展一下。
下一个做。来给老铁们深枪一个巨型的大章鱼啊，给我双击的十一月都有好运气啊，而且还有意外之喜哦，老铁赶紧试试看，这是一个巨型的大章鱼啊，它要飞起来了，好可怕，就这样一直抱下去啊。快跑，一盘爆头只为咱家老铁的一个小红心，爆个头，最近的双击是越来越少，是不是学姐不够拼了？今天学姐挑战的麻辣的大鸡排还是够拼的，少一个小红心呗。喜欢的话就给我扣个一，喜欢吃爆头的扣个二，要不想吃的给我来一个双击。爆头。